你拿到外卖的时候，梦幻场景。烫烫肉肉，猜猜你是米，盒子上不沾一滴油，干干净净。嘿嘿嘿，打开外卖的噩梦时刻，全是油。妈卖批！你吃外卖的真实写照。点外卖的噩梦时刻，浏览清单，这个不错，嗯，这个也不错，哎，这个好哎，嘿嘿，这个还有优惠套餐，这个也想吃，哇操，这个看起来也好好 ，OK， 好不容易点好了，下单，我在配送范围，当场去世。外卖下单时的蜜汁时刻，套餐 A 加套餐 B 一共22元，差3元起送。好好好，那老子再点一个。套餐 A 加套餐 B 加套餐 C 一共30元，限时活动满30减20，一共10元，可以送。当然，前期我们预热了这么多，收到外卖的时刻才是最要命的。小姐姐，这是您的外卖。尼玛，你为什么要侧着呢？理想中的外卖包装，哦，现实中的外卖，或者更惨一点，每天办公室吃午饭，你都能看到你同事。小心，小心！来来来，都让一让我吃饭。同事们，油死了！简单收拾好桌面，注意外卖要降落啦！油死了，缓缓揭开。一点一点的小心哦。你操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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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场灾难，桌上、电脑屏幕上、文件夹上、手机上，还有我的衣服，当然还有更惨的情况，和几个同事合点了几道小菜，吃的时候没注意，我操，我怎么走了，快吃吃吃吃吃，不用了不用了，直接解释就行了，来吧来吧来吧。吃完扔外卖的时候，桌上多了成堆成堆的餐巾纸，擦桌子，擦键盘，擦手机，擦嘴，大扫除时间，快他妈给老子擦干净。小心翼翼的包装，比翼不要蹭到油。 OK， 解脱了。恶心恶心，擦擦擦擦擦擦。然而你并没有意识到，套在垃圾桶里的那个袋子可能会是漏汤的。谁扔的？我要锤死他！